疫情警戒降级，平城高中体育班的跆拳道小将们重新展开暑期集训，从早到晚的高强度操练培育出冬奥好手苏博雅，还有许许多多青少年金牌国手。做压迫的动作，然后那边的人给他动作做防御，国手级教练不时提点鞭策，进攻或防御几秒内就得做出反应，其中这几位原住民选手被寄予厚望。潘奎恩、潘奎安两兄弟都是青少年国手，18岁的哥哥潘奎恩已征战国内外各大竞赛拿下6面金牌，弟弟潘奎安才高二的年纪也不遑多让，共累积7面金牌好成绩。我们是从国中就开始练，然后我们因为很多人这样通常这样练就可能国中毕业就不练了，就可能觉得累，但我们是有意就是想要继续练下去。既然要比赛了，那当然我一定要得目标一定设定站在颁奖台的最高处啊，就是金牌啊。另外来自泰雅族的陈家乐身高不到170，但曾在全国总统杯跆拳道锦标赛打败众多大学生和成人组对手勇夺金牌。来自阿美族的王家宏也在今年全中运拿下铜牌，运动生涯前景看好。爆发力比较好一点，但是可能身高没有那么高，所以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所以这次奥运比赛我都会看一些乌兹别克或者是一些高达的方式，都会去了解，然后去学习。比一般的学生来的心理素质来的更强，那其实他们不管是在接受训练或是接受比赛的压力，我觉得抗压性都会比较出色。看好原住民运动员潜力无穷，政府从2012年起启动优秀原住民族学校运动人才执行计划，也就是针对体操、田径、举重、柔道等10大竞赛项目基层选手，从国高中阶段每年提供营养津贴、课业辅导以及免费健检、复健疗程等全方位协助。这次冬奥备受瞩目的杨永伟、郭姓纯、杨俊汉等11位好手都曾参加培育计划，打下良好基础。这个测试我们叫棒式的手部前伸，那我们会看我们的核心跟肩关节、肩胛骨还有左手的平衡的能力。如果肌力不足，左右平衡不协调，会因为支撑力不足容易受伤，选手必须加强训练或进行后续追踪。国立体育大学辅导团队会定期协助评估检测。一位原住民运动员的养成和投资背后投注不少心力。平常我们大家一般人看到的都是体能训练、技术训练，可是往往这个心理训练其实是也是关键，放松训练，然后意向训练，然后心理的这个强化的这个toughness 的这个训练，韧性的训练，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套系统的。去年109年度，我们总共有140位选手加入这个计划。那在这140位选手里面，他去年的全中运、全大运，还有一些国内的单项锦标赛，在前3名总共就拿了大概超过300面的奖牌。奥运得奖，展现国力，运动人才培育工程从基层打底，成果逐渐显现。TVB 的新闻，罗时鹏、戴元丽，台北、桃园采访报道。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